就是一个舒服开心的小游戏。然后这边会有你有新技能，你看你要不要换掉身上的技能？吸了，哎呦，一个超恶，那哪里？贝西摩斯，哦。下午六点多吃晚餐，吃到钉子，让我很惧怕，已经打1999申诉了。太恐怖了吧！吃个东西还吃到钉子哎。至少你那餐的铁质很够。那也是很够、啊。干！我把自己反射死了。死因持续性伤害，魔法师鲁文在迷宫6F 时被龙骑兵杀死。然后他有截图，你可以回到城镇，回到城镇你可以说什么？像我现在都是用靠背挂了，晚上太哭了吧？哎，还可以这样打，没什么意义。我看这美杜莎这么大。霸王的切，霸王的切的回复力也太好了。我要被霸王的切拍死了，逃跑！靠背，黏黏的拉米亚。怎么又是你霸王的妾？啊！霸王的妾太哭了吧！Temple 密孔点穴，北斗。唐突暗杀拳法，斗天使啊！这个 N 字开腿也想跟我打，难！哎、欸，我靠！啊，我怎么挂了？啊！多亏了他的父母，他不用努力就能享尽荣华富贵，太舒服了吧，权力者！富二代大恶魔魔王，魔王也太大一包了吧。邪灵还有什么呢？鱼虫最恶的那个恶模糊化。沙旅虫形态，这个都绿绿的，超恶。精灵法师，好小，不过他的法杖。女人，苦恼一季啊，苦恼一季看起来那个画风好眼熟。盗墓者，盗墓者怎么好像是个男孩子？快族，恶鬼，哈哈哈哈，那个直接种族都不一样，好不好？魔女，魔女的小成人之姿，哇，又登大郎哎！来玩一把好了，来玩一把富二代。哦，敌人的鬼神哎，六等，你好意思电死你？兄弟，六等怎么这么强？哇，干兄弟！富二代终究打不赢鬼神吗？富二代也是有极限的。